之后，我们的工作重心呢，除了日常出动和训练外，我们的工作重点也应该加强消防科普宣传工作。但是这项工作啊，我跟杨指商量了，我们需要一个有经验的资深的带队干部。今天呢，也希望大家能推选出来一个，有谁愿意报名吗？马云，消防科普的事儿。 就让我来负责吧。不知道，最近这段时间呢，大家对我申请离开的事儿有很多的想法，但是我今天彻底想清楚了，我要留下来，我要留下来和你们一起去战斗。 我舍不得你，老岳，那你家里那边，你放心，我给米兰已经说过了，他会理解的。太好了！老岳，不错，老岳，我这个钢笔，我说这句话，你这边太可惜了，我还今天给你买个好的呢，幸好没买，挺强的。你是真可恶啊！哎，你要不要等我走了一块送，更小了，那我肯定能比你强。 这段时间给大家添麻烦了，对不起了。不用带不住，你就明天请大家喝水就完了，请客人，请客人。